高虹安他的那个论文也是被曝涉嫌抄袭嘛，然后民进党的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虹批评说高虹安的行为是张善政的 2.0， 你怎么看他的说法？基本上我的这个状况刚刚已经解释清楚，根本没有抄袭的问题，反倒是你刚刚说沈慧虹是不是？沈慧虹批评高虹安，我觉得沈慧虹现在在新竹参选市长，跟我们国民党候选人林根仁能力比起来，根本就不能比吧，只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吧。民进党怎么看？说，因为高虹安还有说，就是她是台大北一女啊，然后不像中华大学夜间部，好像有点占学历。嗯，看的部分。好像怎样？占学历。他是什么学校出来的？一查就很清楚。我想没有什么必要再去评论了。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消，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哪里购买呢？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